Even the apocalypse didn't stop us from killing one another over ideology. I was about to go through the front line between the Nazis and the communists. I've heard they once fought another war, and that the Nazis lost. OK， 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第四章战争，没有错。那上面说啦，就是纳粹跟共产党的交火前线。那我们的主角呢，就是要到前线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加入战争，应该不是吧？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事要走，只是应该算是经过吧。我只是路过，我是路人。那好，我们就继续吧。Let's go！ 我只是路过，我是路人。他们在唱歌吗？他们唱歌哦哦，我摔下车了，我摔下车了，不不不，我们先往回走，我觉得有点怕怕的。后面有东西吗？然后前面好像就战争了，战争的前线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哎呦，我换一把枪好了 ，shotgun， 左轮。我可以从后面走吗？我觉得前面应该都是人吧。而且说实话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不定两军都想打我，对吧？两军都说不定都把我当成敌人，那我就吃大便啊。把它摸掉，哦！Who's there？ 没有人，没有人。Guys， the bitch is here！ 哦呦，吓死我了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他看不到我吗？嘿，哦呦，吓死我了！他这边果然有枪可以拿哎，消音枪，我换一下好了。哦，还有一些弹药，我好像都还没丢过飞刀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丢飞刀是 C 吧？哎 ，C C C C， 哎，对对，丢飞刀是 C C C， 雷蒙耶丢飞刀。怎么丢啊？我也不会丢、欸。我还没装备飞刀吗？哦，装备飞刀丢，碎，可以丢飞刀哎、欸，好用。我们的飞刀多拿一点。C C Lemon Yeah，C C Lemon Yeah。好啦，我们拿到消音枪，应该可以去前线摸了。有没有东西啊？哎呦哎呦哎呦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你们看到？看着我，应该没有惊动谁吧 ？C C 雷蒙耶 ，C C 雷蒙，可恶，他竟然穿防弹衣！我想说用摸的说 ，Oh shit。开灯了，他们竟然开灯了！把那个灯打掉，这样他们应该就不知道我在哪里了，所以小心一点。Over here！ 哦，看到我了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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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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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既然看到我了，我就不用这个啦，我就用这个啦。这就是战争，好不好？人类，去死吧！啊，虽然我也是人类，可是你们打我，我就要反抗。啊干，我用错子弹了，哥呢呢？我用这个啦，气死我了。我用错，我用错枪了。
害我用到钱钱，气死我了！我可不可以重来啊？我可不可以重来啊？哎呦！哎哎哎 ！Reload！Reload！Reload！reload， 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百个我杀一百个 ，reload， 好多子弹哦，他好像都看不太到我，所以还好，大概是因为太黑的关系吧。这是什么啊？散弹枪，子弹，有一堆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弹药，所以还蛮好的。别担心，我可以尽量的开枪。Reload， 来啊，出来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，出来。Reload， 我可以尽情的开枪，尽情的捡子弹。CC 雷蒙，耶 ，CC 雷蒙，哇，都满子弹了，这把是什么？一样应该也是 AK 吧，有狙击镜的 AK， 耶、yeah, ，有狙击镜，太爽啦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谁叫你要开枪打我呢？你不开枪打我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好啦，应该没有人了吧？哦，果然是战争前线呢，非常的契机啊！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，非常的契机。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有枪欸，这什么枪？这是我换这把好了。哦，这是那个啦，钢珠枪，气压式钢珠枪。然后要它需要灌气压，它才可以使用，有点麻烦。可是它好像有消音功能吧？就是要这样压压耶耶，它就可以发射。有点麻烦，但是还不错。这边有一个人，把他摸掉。还有吗？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我怎么一直听到有人的声音呢？不要吓我啊！我的胆子很小啊。Greeny，Greeny，Greeny， 我一直有听到有人在喊 Greeny， 害我一直用到我的钱钱，气死我了，真是浪费，还钱来，好，都满的 ，Greeny， 有没有人啊？希望是没有。哦，这有一个人欸，大哥，我还没打你，你怎么死啊？你是自己人吗？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啊 ？Greeny， 我就有关灯好了，关灯比较好打。哎呦，你们在睡觉、哦？我也想睡一下。这么好还可以睡觉，我们在打仗，你在睡觉，混蛋！哦，这边有东西耶，这是什么？有电电，电电一哥，电电一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都自己穿过来的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跳，我自己穿过来，也太诡异了吧！太诡异了。哦，这有个防毒面具，这个嘞可以拉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底下的那个漏电的关掉了。我还是戴一下防毒面具好了，有点可怕。可以开。有没有？这有没有活人啊？不要吓我啊，我只是路过啊。什么声音？哦，这边有一把枪欸。
这是哦，这把我不需要，那个撸管枪改造版。哦，这边有个箱子。哇，150！什么声音？我觉得我快走好了，有点可怕。等一下被什么东西偷袭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应该没有活人了吧？应该都杀光了吧？我也太厉害了！这不是匹夫之勇啊，这是狗急跳墙啊，就是人在急的时候呢，谁来我就杀谁啊，没办法。哦呦，机枪欸！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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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玩，机枪不好玩，不管了 ，Go Go！有没有敌人啊？应该没有吧。最好就不要有。Move move move move！ 哦呦，有没有看到那个？他们在交火是吗？哎呦，好亮！灯光会暴露我的行踪，所以我要把灯光全部打掉。我发现底下一直在有那个子弹，子弹从我面前飞过。哎，叔叔摸摸，来啊，我摸摸。哎，八颗 money。哎，叔叔摸摸，摸摸，哎，摸摸，没东西。谁呀？哎呦，哥，他看到我了。他是看到我吗？还是没看到啊？还是单纯只是好幸运好打到我了？我打到人欸，我打到人。这里有人吗？欸，有人，我看我在动了，在那边。你开枪我就打你，你开枪我就先打死你，你先开枪我也能先打死你。怎样？发生什么事？你先开枪我也能先打死你。哎呦，没打到。这把不太好用欸，我用这个好了。虽然，哎呦，good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刚才那把 AK 有消音功能啊，所以好像打不太死人，因为这把钢珠枪也有，就是比较安静，那威力自然就会比较低。不过没关系，加减用，先生。哎呦，更射死你个王八蛋！偷袭我，不知道我是谁哦。爆头！我当时有没有打到啊？快死！给我死！我好像都打到人，可是距离太远了，威力不够。哦，我 AK 没有消音啊，我误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误会你拿 AK， 我误会 AK 了。干，检查一下前列腺，你还好吗？他说他的那个什么前列腺好像有点发炎的样子。尿尿会灼热，好啦，小事小事，灼热而已。